是不是因为英明？哪里不对啦，命？啊，怎无比通记人心？你若有才调，就你伟大啦！讲袂起来好听，那呢我就像你安尼，甲你拼一个生死，准备就你来。什么讲做我青鸭子？我就是固定阿无边，今仔日知影你徛擂台，对方是一个查某囡仔，人手大只人，强，竟然将你拍昏去。今仔我来到这，我要来请你擂台。我手大条，台戏我无你手大条，我今仔日替我无无来求。阿无边，嘉义有啥物材料？金棍、电钻，正是无边枪的手下。嗨！你即摆是咧讲啥？我讲你拄仔讲话袂好，怎会变恁大姊啊？我讲你即摆咧甲我削皮呢啊？错，我是削皮啦！我讲你即摆是咧甲我削皮呢啊？你今日是囡仔人啊？听无呢啊？讲看你做一个输的啦，出言不顺啊哈，出口就伤人。不是我讲话就是安尼啦，你甲你的徒弟啊在咧凶我，出门听闻一个水牛百姓，我今日就是看袂过，要来遮出头。你做人的师傅嘛无爱甲人教示一下哈？竟然听你的徒弟啊！哎呦，少年人，讲话吃红线，你当放屁啦！你安尼讲话，我看你足艰苦的。真的哦，哦，少年人，你讲话袂使。少年人，你讲话是真口气真大，唔知我三支猪哩，哎呦，三支猪，啊啦，三脚猪啦，我名叫三脚猪啊，是只能生这么快呢啊！哦，这就是你话有名对啦。是安尼，试看卖啊！讲我什么样厉害，伊还阁不知影。要讲我是，我甲你讲，我只用机就听我甲你啊。